起最晚。大家好，我是曾毅，我是老谢，我是耍废兄妹，有够废的耍废兄妹，来耍废了，真的，今天真的要耍废。那你们今天要来耍什么废？没有，今天我是听到有螃蟹可以吃，太棒了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吃万里蟹，因为我们太久没有一起出来玩，对，所以我就揪了一下，揪大家来吃万里蟹。吃万里蟹，万里蟹现在丢。对，从十月入秋开始，对，到几月？大概到过年前都有万里蟹。很棒哎，那这样子我可以在过年前，我先买一堆万里蟹，然后冷冻起来，过年的时候我还有万里蟹可以吃。对，因为你过年前都还买得到啊。为什么万里蟹叫万里蟹？因为在万里啊。错。不是吗？其实万里蟹它本身只是一个品牌。是哦，它是有三种蟹对统称，三种蟹，对，三种蟹。还有万里是一个地名，万里蟹不是一個、啊、万里是个地名没有错，但是新北市政府把它包装成一个品牌，哦，只要是新北市抓的螃蟹，嗯，都是叫万里蟹。我一直以为万里蟹就是一种螃蟹，它的三种螃蟹，等一下应该会让你看到。请问哪三种螃蟹才是万里蟹？也常吃螃蟹，三点蟹，三点蟹很常看到的。三点蟹，花蟹有吗？花蟹有，还有什么？毛蟹，毛蟹，毛蟹是淡水的。大闸蟹，我就不一样啊。大闸蟹也是淡水的，看起来这些人只会吃。雪场蟹，雪场蟹是日本的。你钓过、啊？你们都钓过、啊？我们去那个钓虾场钓过，是三点蟹、花蟹、三点蟹，还有那个面包蟹。五十二，你上次钓还骂他，为什么是又是他、啊？石蟹。对啦，九斤啦、啊，那个叫做石鲟，这三种蟹基本上就是叫万里蟹，统称啦、啊，统称万里蟹。但是你们知道螃蟹怎么抓吗？用手抓，一个笼子。怎么会用手抓？我特别拜托一个朋友、去协商找了一位那个捕蟹达人。哎呦，那这个吴会长哦、他是这个中华渔业渔船协会的会长。哦，所以他可以当上会长，代表他有很多船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技术是一把照的，有一定的 level 在。对，要不然怎么当会长？这么说也是啦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吴会长。哦，我们等一下去找他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们去捕蟹船看一下，到底螃蟹怎么捕的？有哪些器具啊？对，要用哪些东西捕？就像你讲的，用手抓。好，我再看你等下怎么用手抓。你要把绳子剪掉给他抓。我只敢抓不会动的。所以等下我们就出发找吴会长。好，希望这个吴会长可以把所有争议的那个疑问哦，都清除掉哦。到底螃蟹怎么抓？哎，这里，吴会长在这里。那个是吴会长。对。哎，吴会长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会长，会长很年轻哎。60岁还年轻。60岁。看不出来呢。你怎么？我怎么看起来比他大啊？像50岁。我50。我50。没有，你看起来65。这才像50嘛。哎，吴会长，我们今天要来向你请教一些关于万里蟹的知识。好。哎，那我问你哦，像捕蟹船跟一般的渔船差别在哪？一般的渔船，我们捕蟹船它最大的的最明显的，它就是有很多网子，它要那个它有网子啊，那上面放蟹笼嘛，蟹笼要堆得很高，它怕它掉到海里面，所以它船舷啊、两舷都会放网子。哦，它会放很大的架子，很大的架子，架子很高那种才是捕蟹船。哎，那像你们这样子啊，因为你们要出去抓海蟹嘛，可能会到一个海域。对。那所以像你们这样抓海蟹一趟都是几天啊？我们是从我们这边开出去。经过富贵角，我们在西北海域，我们台湾的西北海域，西北海域是我们传统的捕蟹渔场。我们大概哦，你这活的东西也不能放得太久，都差不多应该要差不多4天5天，至少3天呢。是
是有至少三天。对对对。哇，啊这样不就都不能洗澡？有啦，船上也有水啊。船上可以洗澡？啊、你很担心洗澡的事情。对啊，不要担心洗澡。也要吃饭啊。我想说，他们这个要出去三四天都不能洗澡，很硬哎。有啊，洗澡有啊，水都好几吨呢。是、哦哎、我们一艘船的淡水都要四五吨以上。哇、哦。洗澡不成问题的，洗澡吃饭那个都不成问题。女生就是很担心洗澡的问题。欸、那吴会长，你可以带我们去那个不懈船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就走。好。哦，你现在看起来那个上面有架子，这个叫做不懈船。啊，渔船它就没有这种放网放笼子的架子。哦，对对，你看很明显、嗯、很明显，一看就知道了、哦、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是防摔。不是啊，你看这个有没有，它的架子 很大、嗯、超大。对啊，你看它的蟹笼堆多高、嗯、你看我们这个绳子它是一个、哦、像一个这个钩子、嗯、它就是钩一个蟹笼、嗯、啊，你看那个一串下来有几个蟹笼，它就它放下去是顺着水顺着船边走，它边放的、哦、边释放的。你看它这一套两套这样子，你看那个、哦、很酷。对，你看这个一个这是表示一个蟹笼啊，你看那边多少、哦、好几千个。好像在卖钩子。它这样一排有好几千个蟹笼，这样就有上差不多一两千个了。螃蟹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每一只都要绑起来、哦、我们一天就是绑几只算几只。啊，你们这样每天绑，日常被夹？当然啊，每个人刚抓的时候，两个手都受伤哎。啊，就绑久就不会了。哎、哦欸，那会长，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子出去一趟，可能都会抓很多螃蟹回来。那这样一直抓一直抓螃蟹，不是有一天会被抓完吗？欸、我们也是会担心这个问题的。对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螃蟹，我们会。有那个捕蟹，我们有个措施啊，就是小螃蟹我们不抓。小螃蟹不抓。产卵期繁殖期的时候，抱卵母蟹我们不抓。哎，可是有卵的螃蟹不是很好吃吗？那是卵，那我们是抱蛋，蛋是它已经在外面。哦，在外面那个。对，它不是蟹黄，对，跟蟹黄不一样，蟹蛋跟蟹黄是不一样的。一直来都误会了。对，它不是吃蟹蛋，是吃蟹黄，不是吃壳里头的。哎，对，那个蛋我们就不吃了，我们都不。像八月跟十一月那这三个月里面，我们把那个产卵期把那个繁殖的母蟹全部都丢下，都在放生。你们抓这几千笼，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挑着放回去。对对对，每一只都放回去。哇塞！你看我们市场，你绝对找不到一只有蛋的。就是有抱卵的。对。那万里蟹长什么样子？万里蟹有分三种啊，这样长什么样？螃蟹有三种蟹，真的三种哦。它是，我刚以为他们在骗。花蟹，没有骗你，花蟹、三点蟹还有石旬三种蟹的，我们把它现在新北市把它重新命名了，打造它的，它重新打造叫做万里蟹。其实它是有三种蟹组成的。哦，那这三种你喜欢吃哪一种？嗯，我是比较喜欢吃三点，因为个人口味也不一定。不一样。对 对, 對，也不一定。欸，那会长，你们这样子就有没有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是你们没办法出海？第一种、嗯、就是浪，因为东北季风啊，在我们这个西北，我们台湾海峡北部啊，也是算世界最猛浪区啊，这个地方浪都很凶猛，所以说到海浪很大的时候，有时候十几天都没办法出港。十几天？欸、对、啊，那个汛期是有限的啊，你一次十几天就扣掉，就那段时间就没办法捕到万里蟹回来，坐在码头干着急啊，看天吃饭、啊。对 对, 對，所以我们都爱人看天吃饭，对，很辛苦啊、哦。还好我们万里蟹有这个市府在帮我们推销、嗯，我们还算。我们价钱到这几年还算是很稳定。好呀，那谢谢会长，会长要带我们去吃万里蟹吗？好，走。好啊，那老板娘，我
岛的宝马很新鲜又肥美味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可以吃到哪一些啊？现在的季节来讲的话，各种蟹像最出名的万里蟹、花蟹、三点蟹都有。那食群的季节再晚一点。哦，再晚一点。产量没有。好啊，那我们要花蟹跟三点蟹。好哦，没问题。对，那这是我们最拿手的，放心。哎呦，那料理的方式就让你们随意做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们要帮你处理最好吃的上桌哈。好喂，那我们就是吃螃蟹。吃螃蟹。嘴里在吃，眼里在，然后眼里还在看另外一盘，嘴里吃着看着锅里的，到底曾毅在看什么呢？来三点，你看避风塘的做法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沾手，我的手机没办法吃。他手拿了花蟹，眼看了三点蟹，那我自己先吃了。哎，这个好赞啊！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是不是？都想吃，我想想，要从哪边抓？哦，这个，你看，你那个还没吃完，你这吃，手里还有。我好奇，我先吃一下花片，然后是拿了三点鸡蛋来吃。可是可以吃下去的吗？它炸得很酥，可以吃，好吃耶！它炸得很酥嘛，壳都可以吃哦。哎、欸，不同。
同的风味，完完全全，这样很好吃。对我们清蒸的做法也很赞，这个吃下去呢，它不像清蒸一样有浓浓的蟹味在里头，但是呢，没有一般风味，很有口感。然后懒人很适合，因为他就咔哧咔哧咔哧就全部吃下去了。你讲懒人很适合，不要看着我好不好？关我什么事？这个吃得很认真了。我刚刚叫他们讲口感，他们到现在还没讲出一个口感，就是该采访一下吧。那个很特，那个那个最背了，讲一下口感。香，好背啊！这个也不遑多让啊，来讲一下口感。避风塘炒蟹是不是？外酥内软是这样讲吗？里面软软的，外面酥酥的。好一点的。他比他哥哥好哎。我的词汇比他好一点，哥哥好多了。好吃啊，快吃。好了，我们吃饱了。好饱、哦。看这个肚子就知道了。好饱啊！感谢吴会长介绍这么好吃的餐厅、yeah, 哦。好好吃哦。真的好吃。我们刚吃的那一家，你们真的有空可以去。到到多惊喜。你吃到嘴巴，手在拿，嘴巴在咬，眼睛还在看，然后还不行哦，那一只手在拿出来一动，夸张，真的很扯。因为他菜真的上得很快，我这个还没吃完，他已经上下一道了。那一道也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当然就先拿起来吃啦、啊。然后没吃完还打包回家吃，夸张、啊。不要浪费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不是说浪费浪不浪费的问题。是我们要打包，他都不让我们打包。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。被我们都被阻止。啊，我怕你们浪费啊。我们鲍鱼怎么会浪费？好了，给你带回去吃啦。哎，很好吃哦。而且今天天气超好，太阳好大，真的是。很舒服，而且它就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其实只是在它旁边而已，所以吃完你还可以来这里吹吹海风，看看海景。散步啊。对啊，散步啊，情侣来牵牵手，在海岸线散步，多浪漫。如果不够吃，对，真的风景很漂亮。不够吃，再自己下去补。没有，如果不够吃哈，后面那个龟头鱼塔市集，你可以去那边买。那里还有市集，而且我们刚刚经过，发现里面好热闹。大家可以也可以。你是不是想干嘛啦？不要这样子，我也是有形象的。你拿我怎么形象？形象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啦。对。快乐的朋友聚会之旅。对。那蹭饭的有吃饱吗？哦，太棒了，可以啊。你看他肚子。可以啊。他这个镜头要。可以啊。夸张。哪有没有啦。刚刚效果而已啦，是没有的。还好吃的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。喜欢我频道观众朋友们，记得帮我开启订阅、点击爱心，还有小铃铛。老谢的生活日常，开个了耍费日常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